对，我后北也行。我给你拉一个吧，我给你拉个后北。行。那正好，我们有人气票的话，一会儿我们走一波人气票。嗯，拉吧，拉小北。嗯，后北现在没在呀？现在啊，没在呀？我这边没看到他。哦，没开哦，看错了。哦、没开。那还有谁在？哦，还有谁？我接个电话。好的，皮哥，配得上我们这个局。啊，皮哥，你别走啊！你现在不要去接电话呀、啊。在的，他们说在。他们。我拉八凯。齐力，他那个他基本上都是九点。哦、没开。嗯，他基本上九点以后的。你再拉一下浩辰。他不进来。不接是吧？不接，继续拉。不是，继续拉，烦死了他。拉了，对，拉了，让他接位置。不接，继续拉。啊。这个局这么难吗？你屋里冷不冷？他们说飞人，你咋这么你穿这么多？就是我脖子可能怕凉，现在没看我穿个高领吗、啊？也有点热。嗯，坏了，没得播。对，坏了没播啊。然后他们拉大欢老师，大欢老师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来呀？大欢老师在吗？嗯，也在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来呀。拉嘛，昨天我俩都玩一局了。昨天玩，或者八戒在不在？八戒也可以。八戒也行。我们以前连过，但是我好像没有了，没好友里面看不见呢。我这边找一找，大欢老师、八戒。嗯，他们好像都没开麦，就是没有接收，不接收那个什么邀请。对对，嗯，对，闭麦了。实在不行，你拉我。来了吗？哎，阿北。哎，阿北，我听说是不是粉丝过去抠了，让你接一下麦？啊，对对对，我看着了。我就说，我看你没有开。嗯嗯、啊，我还行，没事。Hello， 飘飘姐 ，Hello， 菲儿姐 ，Hello， 晚上好。你们是第一次连吗？飞姐跟浩北，我俩不是吧？应该我俩不是第一次连，嗯，我俩是应该是也有几回了，嗯，对，好几次了，嗯。那我们四个人咋玩？一局，谁组的局啊？谁组的局？飘飘，谁组的？飘飘啊，来吧，那你说，嗯，好，我组的局，那就小五哥说吧。啊，意思就让我说。那我说的话就让浩北说吧。啊，那我说的话，那谁喝茶水谁说吧。不是，别，下回我来，到时候下回我拉的时候我说，好不好？咱们直播间那就榜十或者总榜选一个呗。嗯，榜十或者总榜。榜十总榜。榜十或者是总榜选一个呗，因为四个人的，其他的好像有点不好拉吧。嗯，行，我都行，你没说，我都可以。我都可以，我也可以。榜十，因为四个人局总打总榜，那就榜十。没事，有不同意见可以讲。没事，我这是特别好说话。就是选一个嘛，就是总榜多了也不算，是不是？啊，就选一个。哎，对，选一个。啊，对，我都行，听你们的。那就榜十啊，你们都同意就榜十，可以。好嘞，行，来吧，咱们榜十，嗯，榜十，好嘞 ，Come on， 我还没这么打过啊，嗯，我开来，嗯，开了。来，一会儿见啊！嗯，好，闭麦。好嘞，来，朋友们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大？兄弟姐妹们，我们现在是开了吗？榜十，现在是开了吗？啊，现在是开始了吗？啊，是开始了。兄弟们，你跑五百，别的，等下回咱那个啥，因为咱这拉着咱们，人家有提议的，咱们就榜十，努努力，好不好？能占个榜十，我们占个榜十，正常呢，也正常，也可以什么的，也可以把我们的人气票走一波，我们进个前十。其实人气票这两天我看都很激烈啊，我来一个欢快一点的歌，完有人气票的话，我们可以来波人气票。嗯，但是我们可以冲一个什么呢？我们自己可以来一个100个打满的，看看试试好不好？来喽，我看看啊，这个歌差没放出来。谢谢我们的九九哥，谢谢我们的陆遥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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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这个是啥歌？美酒加咖啡。啊，那就来吧，这个美酒加咖啡，榜十哦，榜十，比的是前榜十，家人们能不能占一个前榜十啊？有人气票吧，我们继续可以走人票，谢谢我们金毛哥。美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，想起
跟正常伴奏不一样的。明知道爱情像流水，算了。我孤独呀，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呀。太想你，太想你，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。我对你太想你，太想你，好比遇上风筝断了线。我对你太想你，太想你，你不曾干净的手为你停红灯点。我对你太想你，太想你，蓦然回首奈何天地远。感谢我们的啥也是不是啥也不是哥算了，玫瑰花白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，你的承诺一点一点地回荡在耳边，在梦里闻的你却阴霾了整个天，爱的我是一见一见见甜蜜的满天，你的一字一点一点地回荡在耳边，在梦里闻的你却来不到我身边。我还没拉票呢好吗，我还没把这首歌唱完呢，我们先把人气票甩一甩，兄弟们有条件的来一个火箭站个吧。爱的我是一见一见见甜蜜的满地，你的一字一点一点点拉长思念，小心发光，在梦里吻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。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，你不曾干净的手为你停红灯。是什么呢？面临的是两场 PK， 一波是我们100个打满的人气票，另一波就是我们前十个要目标凑齐的10个抖音一号，各不打扰，但是必须一起努力。感谢我们的茶余饭后无名哥送来的抖音一号，谢谢我捷豹哥送来的金色抖音一号，感谢我安静哥送来的抖音一号，谢谢我爱听哥送来的抖音一号，一二三四，四个了。星期幺嘛，这不开始发力了，可以了啊！我唱完歌了啊，刚才我吹完了，我看看他们都是几个人站榜啊？我孤独呀，哎、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呀。他们是六个人站榜啊，最高的啊哈。小五哥哥呢？小五哥哥是一个人站榜。飘飘那边是三个站榜，咱们这边现在差一二三四。谢谢我皮哥，皮哥你终于打完电话啦！但是哈，如果能我们火箭站榜呢，可以什么的留个气球啊，或者留个跑车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再来这么一丢丢。没这么打过，还有说兄弟，还有说咱们家兄弟说你不应该这样打，你应该打总票。没问题，兄弟们，咱们什么呢？咱们就是怎么打，我觉得都可以，不耽误人气票啊。谢我皮哥送来的抖音一号，能不能给我们榜上的大哥齐齐刷刷来个感谢？
什么？什么出什么？要不你扣字，谢谢我爱飞哥送来的抖音一号。呜呼，几个了？一二三四五个，再来五位，五位，五位好哥们，再来五位，再来五位。谢谢我皮哥，感谢我们的踊跃送来的会员，谢谢大家的会员，没有送人气票的，我们正好把人气票往出捞一捞。我觉得也可也是那个啥呀，也是可以，就是说说再补一个，基本上能补一个，这样我们能补上的兄弟们上榜的一人，我怎么都感觉好像在薅前十的人啊。还有前榜十的兄弟们千万不要出直播间，来，一人前榜十，一个人十，一人一个气球，兄弟们有人气票的啊，大哥在上边拼，下边也得努力啊、哦。结束了，什么时候结束的？那咱们没虚了吗？这不，我还没看时间呢。啊，我瞅瞅啊，我看一下啊，他们是11000，咱们是10000，小五哥也是10000，啊，那咱们是排第三，要不到了吗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第三，不好意思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黄岛主，谢谢我们的爱飞哥，感谢兄弟姐妹们，谢谢大家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好像没看时间，还好还好，感谢我们的皮哥，谢谢皮哥，也谢谢前十的大哥们，谢谢帮忙，感谢兄弟姐妹送来的每一张人气票，谢谢大家。我说这玩意儿他们可以一下子冲上去吗？这不是赢了吗？哦，开麦，好嘞。我九票，你19票，是不是？你这。是发鼻涕，没事，我给你垫底，我更惨。我没三级，我没三级，还好还好还好。吴斌哥说、哎、啥也不是啊，差那么一丢丢嘛，我没看点儿，我没看点儿。太猛了你们，我才看懂了，看懂了。你还是那么猛，小吴哥你。太猛了、啊、猛，他猛，他猛，是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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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是后面家，后面家都是逗号战网，我都吓我一跳。就我们家第四这么玩，第二次的话就玩的明白了，他们也不会，我也不是特别会。飞姐家这实力更没有说，挺好挺好。对，今天太厉害了，怎么实力不用说，
怎么整？咱们今天？怎么玩都行。说，都行，都行。赢了？什么是赢的？我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宝石赢了，你说吧。我赢了吗？你赢了，对。你赢了呀，宝石啊，你一万分。宝石一万分赢了。你们不是一万一吗？我也是一万，咱俩并列。啊。啊啊！那我就硬气了。啊！你以为输了呢？你以为？啊！他以为输了呢？他以为啊？啊！啊啊啊！那怎么都行，因为我没有听过唱歌嘛，小虎哥唱歌也没有听过。完了，要不咱们就唱半首吧？时间太长，可能四个人长，我们唱半首呗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，这个惩罚我喜欢。嗯，好嘞。有回音是舞台的那个回音。我垫底，我先来。我垫底的，我先来。医生关掉了。兄弟们，唱歌的时候送播祝福哦。你这个憨憨，你说我傻是不是？好，谢谢。那我就随便来一首歌吧，我来首《漂泊的人》送给大家，半首啊。OK。原版啊。这些年风餐露宿，不知归途，早把异乡当成归宿。昔日故土梦里一幕一幕反反复复，入了谁的眼目，今夜深夜是谁又寂寞无处，披星戴月伴着孤独，蓦然回首漫漫长路，忙东忙西，你我各自为伍。漂泊的人拖着漂泊的魂，好着没有踏进那扇门，妥协着外面的假假真真，脸朝热风伴着羡慕眼神。漂泊的人拖着漂泊的魂，期待着某一天落叶归根，忙忙碌碌的日子里默默地问，问过清澈也问过黄昏。好的，好听这歌。好的好的，我也学这歌。原来这首歌叫漂泊的人啊，我只听过前面两句。嗯，来吧，下一位。来，下一位来了。八哥，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送给咱们四方家人们。完了，我还想唱那个，不，我换一个。截胡了，我也说唱这个的，我也换一个。都这种类型的歌了。熙熙攘攘着命运的道场，谁曾人寄希望烧一片空旷？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，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，就怪那酒杯太浅，进不了来日方长，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。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是年少不疯狂，只是岁月太荒唐，就怪那岁岁人老，弹不起如期望，笑谈风霜，留一副冠冕堂皇。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再对烈酒诉衷肠，只能说说下一位。来吧，好听，好听，大家。行，那就到我班了。谁？到我班。你压轴。不，你是比我多的。那咱保持一样，我先来吧。啊，你压轴吧。
送播祝福啊，家人们到谁唱歌啊？粉丝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的互相点点关注。受了伤，也无人去诉说，提着醉，叫强颜欢笑着，无奈曾提醒我。至少我还活着，催我继续努力奔波着。汗水流过整整一列车，差不多泪水也有一条河。青春一生不多，梦想已睡着了，水深火热的我不快乐。我曾大雨之中挽起袖子迎风而行，害怕停下脚步，整个世界突然落空。我跌跌撞撞敲开一丝所谓成功，只为家里笑声能再多一点。我在狂风暴雨好呀，太好听了！是叫我的一我这一生吗？这歌、个，对对对，我的一生，我的一生，哎、好久没听这歌。行，哎呀，放唱，这个是 DJ 的，我放一个正常版的啊！我来一个大家，屏幕上我们家点的非常多的一首歌，到了这个年纪，送给大家。家人们，咱们去打个祝福啊！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都点点关注。谢谢祝福，嗓音好特别听的，到了这个年纪，可还是没有脾气，和身边的他们比比。心中是莫名中压抑，人们都说工作要努力，我也是每天晚睡早起，还是找不到自己，只剩迷离。到了这个年纪，我抹去多少脾气，可还是不能自己活在别人所谓的眼里。人们都说不要太在意，不要去在意那些孤寂，可是谁不能平息折磨自己。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在那里酩酊大醉一场，忘掉所有不想要的过往，忘掉那所有受过的伤。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在那里放声大哭一场，卸下所有虚伪的伪装，不想把每天都活得一样。好听，就到这里。好听，对，哎，唱出了那种这个到了这个年纪的那种这个沧桑感，都很优秀，都很优秀。你也不大呀，你怎么唱出这么沧桑感呢？我应该这里边是最大的吧？小哥反应真快。不是，那不是。你这个你今天你二十几？我都三十多了。飞姐有三十多？有吗？啊，应该我是这里边应该最大的那个。没有，小五哥刚退休，小五哥应该还是大一点。小五哥刚退休。对，我是大，我应该是大一点啊。对对对对。那感觉好年轻啊，我感觉你比我还小啊。
只是小五哥他长得不着急，就看着。我也三十，我其实我真三十多了。这是夸奖还是什么？对对。兄弟们，相互点点关注啊！都是一个才，都是我才艺主播，唱歌非常好听的啊。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好的好的，行，下次再玩，我们下次回见啊！好嘞，拜拜，小五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小五，拜拜，拜拜，表姐，走了，走了，好嘞。不好意思，给你们丢人了，我还以为我输了呢。太卡了，今天好像今天这个网不是网的事，好像今天都好像有一点卡。嗯，告我，你赶紧，他们告我，姐呀，气球不够了，你得朝他们要飞机呀，要不然。坏了，这家急的跟我发微信说的人气票啊啊，对对对，人气票得喊两声，家人们，我们保个前十就行，我们现在人气值还不到刚好一丢丢100万，现在我们是第八名啊，好像基本上都100万差不多，而有人气票的啊，把免费的人气票家人们就可以甩一甩了啊哈，兄弟们帮忙感谢一波好不好，感谢大哥还有兄弟们送来的每一张人气票，我看我来一个什么歌比较合适呢，啊啊啊啊哦，保个前十就行，家人们，我唱一首张冬玲老师的一首歌，我很久没有唱过了，我就害怕掉链子。星空下一起舞起来，喝一杯，说一声拜拜，让彩虹美丽留下来，拉着你的手疯狂舞起来，唱出明天的精彩，明天的精彩。欢迎叉车，谢叉车送来的等待花花，起来，歌儿舞起来，心儿舞起来，我们和快乐一起舞起来，当歌儿要分散不彩，尽情舞起来，我们在这星空下一起舞起来，把烦恼扔到九天外，让幸福快乐走进来，拉着你的手起来，跳出美好的未来，美好的未来，把烦恼扔到九天外，让幸福快乐走进来，拉着你的手尽情舞起来，跳出美好的未来，美好的未来，跳出美好的未来，美好的未来，来一张，冲个5000人的入了。现在我们是4862人，率
甩一甩免费票了。主播，我发现了，你们不喜欢听的歌是真不喜欢哦。啊，还有一分钟的时间，甩甩免费票。是不是能往上走一个吗，家人们？谢谢我们的一心，谢谢我们的陈，你要大点声说话，要不然我都听不见你说话啊！免费票甩出来啊！走个前十就行，家人们，还有20秒。嗯哼，我搁哪？啊，我搁第9名，我搁第9名。9名，谢谢大家，进前十了，前十了啊！不要慌，出汗了弄的。OK OK 了。九名时我还真得看着点啊，有的家人们可能送完别的礼物，他就忘了人气票的事了。第一件事还是来几张人气票，有礼物的话我们就来几张人气票，家人们再送别的礼物。别的礼物不比人气票贵多了，别的人气票的话，他才1毛，你送完了，送完人气票我们就有关系了，就有1毛钱的关系了。完了，没有灯牌的，我们可以加个灯牌，我们也有1毛钱的关系，1毛关系。刚刚说想听完那首歌，让我唱完，我唱了一半，是不是到了那个年纪？那行，那我把这首歌给大家唱完。有毛关系，有1毛关系。牙齿有个辣椒，有个辣椒吗？有吗？骗我，那是豁牙子吧。到了这个年纪，可还是没有脾气，和身边的他们比比，心中莫名压抑。人们都说工作要努力，我也是每天晚睡早起，还是找不到自己，只剩迷离。到了这个年纪，我抹去不少脾气，可还是不能自己活在别人所谓的眼里。人们都说不要太在意，不要去在意那些孤寂，可事事不能平息，折磨自己。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在那里谜底大醉一场，忘掉所有不想要的过往，忘掉那所有受过的伤。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，
在那里放声大哭一场，卸下所有虚伪的伪装，不想把每天都活得一样。到这个年纪，我抹去多少脾气，还是不能自己活在别人所谓的眼里。人们都说不要太在意，不要去在意那些孤寂，可事实不能平息，折磨自己。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在那里酩酊忘掉所有不想要的过往，忘掉那所有受过的伤。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在那里放声大哭一场，卸下所有虚伪的伪装，不想再去伪装。我想到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在那里酩酊大醉一场，忘掉所有不想要的过往，忘掉那所有受过的伤。我想那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在那里放声大哭一场，卸下所有虚伪的伪装，不想把每天都活得一样。歌的名字叫到了这个年纪，送给大家。真诚哥晚上好，对我提哥说想听一首歌，我还没有那个啥呢，还没有给唱呢。我发现了，我不要点赞大家是真不给我点啊，能不能先把我们点赞冲过500万的点赞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直播间它会有监测什么呢？就是大家触碰屏幕，要不然他以为是挂机了，就没事点一点屏幕，没事大家就点一点屏幕，冲过500万的点赞，我休息一小下下，83年的点满了，第二个小时也点满了吗？双击屏幕点点赞。喂，好，就这样，双击屏幕，手点点赞。其实人这么多的话，点赞应该很轻巧的，一人来几百个就行。这个是免费的，你感冒了吗？可能换季的事儿有一点吧，有一丢丢，吃上药就好了。我快，来病也匆匆，去病也匆匆。你多喝水，喝着呢。刚才那歌叫什么名？叫到了这个年纪，真的那么好听吗？这首歌啊，皮哥说我没事，我下次再听。择日不如撞日嘛，真是的，下次是下次的，这次是这次的。歌名叫什么？这首歌的名字叫《少年》，年少的你啊。哎呀，我今天还有个那个啥，今天还有一个连麦呢，忘了。我们线上，今天线上的有一个连麦，因为有三个主播嘛，没有连过嘛，完了想给大家带给大家认识认识，我都给忘记了，是不是今天？是吗？你问一下，是不是今天？我这个就是换季的时候可能就这个样子，大家多多包涵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年少的你啊，谢谢大家送来的每份礼物。
有小心心了，我们每个人来个小心心，在我们屏幕下方有个小心心，扔一两个泡泡草草的家人们，先帮忙挣个忙，谢谢大家。因为线上主播话我很少连麦，很少连，所以说一会儿的话连的话，我就三个人一起连一下，完了出一个框框，完了给大家认识认识。连吧，连呐，谁呀？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啊！谢谢大家的灯牌，也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是今天吗？嗯，你拿个纸帮我。看到了，嗯。是塞到我牙缝里边了吗？我可能豁牙子豁的，这偷吃点什么都被发现了。我单飞了吗？舞台，对，舞台现在他们播呢，我自己飞屋里播了。好，我看看啊，嗯，我得调，主要是我没有关注，我看看我有没有关注啊，我连一下他们。哎呀，我脖子疼了，你怎么？对，我晃了吗？今天没少晃个姐呀，嘎嘣嘎嘣的，是不是在这里搜？嗯，这个吗？是女字旁的吗？还是点？是第三个。这个。我给你看个名号。你给我的名儿也不对呀，主要是。你把名复制到我微信上来，我就找不着他这字儿。Hello， 哎呀妈，我终于搜到你了，你这个名好不好搜啊 ？Hello， 等一会儿啊，我看我再连一下，还有一个谁啊？今天啊，我告诉你，今天玩的可大呀，多大？很大。我要不要先把防盗拿出来？那不用啊。嗯，等会儿啊，他这个名不好搜啊。他这你搜谁呀、啊？三妹儿啊，我都没有他关注呢，怎么？你有他吗？这么多，全是列表里没有，全是名，全是这一样。你好像得搜完名，搜后面七彩，然后能出来吧 ？Hello， 开心。特别开心，搜不到啊，后槽牙都要露出来了。是我搜的地方不一样吗？为什么找不到名？我搜一下呢。嗯，三妹儿。哦，他的名字后面，他现在那边显示不接受连线，他应该是把连线打开才能那个什么。哦，嗯，啊、哦，哎呀妈，真费劲的这招呀！加油，谢谢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
浦发浦大热闹热闹。好，怎么搞的？为什么我连不上你呀、啊？在刚才不知道哎。哦，这回好了，这回可以连得上了。Hello， Hello， 菲儿姐。Hello， 哎哎，潘潘也连上了这回。Hello， 三妹 ，Hello， 潘潘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从阿言开始好不好？来跟大家说一声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儿旗下的主播，我叫小阿言，我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市，我是一个被唠嗑耽误了的唱歌主播，又是一个被唱歌耽误了的颜值主播，还是一个被颜值耽误的唠嗑主播。介绍完毕。来，我们三妹介绍一下自己。你、三妹没有声音了呢。我在等小潘啊，我在啊，你先来，我一听听不到。好，我来自江苏徐州的，然后我是一个唱歌主播，然后呢，唱歌主播，然后有点紧张，刚刚怎么弄？别紧张，先缓一缓。这样，那我们小潘潘来介绍一下自己，潘潘啊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叫小潘潘，然后也是菲儿姐旗下的一名新主播，然后我来自浙江，啊，就是唱歌可能不是很好，跳舞可能也不是很好，啥也不是，但是啥也会一点的主播。好，我今天也很紧张啊。现在这几个我发现了，阿言是最厉害的哈，会能说，这一口气说了好长一段啊。介绍一下自己，既是颜值主播，又是跳舞主播，又是唱歌主播啊，全能啊。那么一点啊。下面呢就是比较谦虚了，我是一个唱歌的主播。完了那个潘潘的事，我唱歌。完了还跳舞也会，就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。这样吧，我们做个游戏好不好？点点，嗯，我们做个游戏玩一个。这样，今儿周几了？一，今天今儿周一。这样，我估计家里边都挺有条件的，是不是？这样，就是也展示一下自己家的凝聚力，是不是？有直播很久的了，也有刚直播的，对吧？这样，我赢，我要是这样，我们所有你们三就玩，我们就玩四三二一的。我如果赢了谁呢？啊，周四的时候给我来打人气票。好啊，十个人的人气票啊，组织好家里边十个人人气票。我要是输了呢，就是你们票数在我之上呢，每个人直播间我下播，一个人一个抖音一号。一是不是？对，在我上面呢就是抖音一号，在我下边的给我十个人啊，家里边准备好十个啊，周四来给我打人气票啊。哦好，好吧，好的，了解的，好的，了解了啊。好的，家人们，给我们阿言还有三妹儿以及潘潘一会儿点点关注，一会儿呢让他们一人来首歌，在好不好？这样来十分钟的时间。行，你要三个人一起打吗？不，一二三四的，就谁在我上边。谁是一个抖音一号，谁在我下边，就是周四的时候不光自己来打满600张，而且还得带十个啊。好，我开了。好，开始吧，十分钟的是吧？好，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啊。闭麦啊。啊，闭麦了啊。好，我觉得你们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啊。啊，我冒汗了，我都那我先放个歌。那好，闭麦了啊。好，那咱们闭麦了。谢谢大家。哎呦，你可不要小瞧人家，人家的流水有的都很好啊，人家的大哥也不少。闹呢。欺负他们，他们怎么不说欺负我？那不一打三，好不容易要个周四人气票，多不容易呀、啊！但是他们绝对会偷的啊，不过分吧？我一个抖音一号，我要完了之后呢，他们要是没打过我的话呢，就带十个人来打人气票，挺公平的啊。周四有希望了啊！实在不行，以后跟他们连麦的话，就打人气票的。整好了可以收获啥呢？可以收获30个人打满人气票。整不好呢，咱就赔3个抖音一号。兄弟们，看你们了啊！能不能拔萝卜？
萝卜。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，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，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，谁又知道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叫人无奈。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赔三个萝卜了，就这么没有信心啊？就看我输了这么开心呢、啊、谢谢我们的一战哥，谢谢我杰哥，谢谢无名哥，他们在点展馆，我的展馆点了吗？啊，在点我的展馆啊！谢谢兄弟们，感谢兄弟们点赞过，还有三分钟。我的脖子有点疼了，今天怎么光？兄弟们，这几站人气票要来的话，这一点都不欺负人哦。到时候兄弟们多给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哎呦我去，我们家三儿挺猛啊。感谢大哥们还有兄弟们帮忙点赞款，谢谢我安心的姐，感谢我姐。
感谢师傅送来的抖音，不叫抖音号，抖音飞船，亮了亮了亮了，谢谢小虎哥。Damn, motherfucker!三个人呢，兄弟们啊，周三的人气票啊，30个打满啊，30个打满可是不少票呢。谢谢无名哥送来的保时捷，兄弟们正好把我们的心愿单也过一过，还差22个保时捷，还有1分钟的时间。谢谢我们的微风细晚，我告诉你输赢不一定啊，还有30秒，看一看这票数，看一看这票数，俩嘉年华一个俩的基本上就算主人生啊。谢谢希望哥送来的抖音一号，我告诉你这才玩得好，为什么玩得好，这样这个粉丝和这个游客进来感觉好玩，为什么就这种才会好玩。谢师傅送来的嘉年华，我了个去，太猛了，太猛了吧。你看看三妹是三妹就差那么一点点啊。阿言，哎呦我甄选的礼物全给点亮了，师傅，兄弟们艾特一下师傅好不好，感谢一下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走曲儿，再次感谢师傅，谢谢杰哥，谢谢几位大哥，谢谢无名哥，谢谢红尘哥，谢谢所有的兄弟们。你轻点嘚瑟啊，师傅及时啊，师傅啊，你叫及时雨吧。兄弟们都太及时了，这样我把麦开开啊。兄弟们有点关注的，给我们三位美女点关注好不好？因为他们仨都直播的，有的直播的可能几个月，有的也是刚直播的新主播。这样，按顺序来。谁最后一个开唱歌了啊，来展示半段好不好，让我们的兄弟姐妹们看一看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谢谢。你要举报什么？三妹家的掉地上了，那不行，那算票数，那会赢了十个啊。没私服你，没得私服你就输了，输了就撒抖音一号嘛，就算今天电费没出来呗，完了啊。这回可以听见了吗？怎么还是我卡住了？我看到能听到。啊，丫头，你欺负人啊？那我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为了周四的话，欺负一下就欺负一下吧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听到了。我没开，我没开。那我唱一首菲儿姐的歌吧。啊，蓝心哥说你悠着点。好嘞，好嘞。可能唱的不太好，但是蛮用心了。我这纪念套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啊，前面没跟上，后面跟吧。
到这里吧。我有点紧张。我看出来了，我说兄弟们，你们救救他，我就感觉你跟我之前唱歌是一样样的，就是往这一坐就这样画画，再见难逃。我说兄弟们，你们快救救他吧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脸都红了，脸都红了。兄弟们，没有把那个潘潘关注点起来的，我们把潘潘的关注点起来，缓一下，缓一下啊，别紧张，别紧张啊，我还没点上你关注呢。这样，我点一下关注啊，兄弟们，我们一起把关注点一点。来，下一个是我们的阿言了，对不对？谢谢他师傅的抖音号。好，我唱一个。终于我做了别人的小三。你直接清唱啊。不要，我来那个半首野花。但是我最近就这个麦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连麦的时候得关掉你们几个的麦，然后他那个能好听一点，要不然不太好听。我先闭一下你们的麦，然后来半首野花送给咱们四个直播间的家人们。谢谢大哥们，谢谢大哥，破费了。我都关一下，然后咱们来开始。我们先欣赏后鼓掌啊，不对，先鼓掌后欣赏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师爷，感谢师爷的抖音号。谢谢家人们，帮我感谢一下。从没人知道我的名字，也没人了解我的故事。拥抱着海角天涯，叫着风吹雨打，燃烧年华，不在乎真假。别问什么时候才跌倒，忘掉那些忧伤和牵挂，眼底聚不散的沙，风中流动的长发，路在脚下，身骑着白马。我是一只啊，随风飘摇的野花。我是眷恋着天际狂沙的月华，不吝世间的繁华，哪怕笑我是傻瓜，我依然绽放最美的年华。好，来半首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我先开个麦啊，辛苦了，好，好听。好，我把麦开开了。好听啊，你是谢谢，感谢谢谢。阿言属于沙哑派的那种啊，他唱的歌全是有点哑哑的感觉，还挺有感觉。尤其是你要是就是晕乎乎或心情要不太好的话，你这能给人带哭了啊。我自己就得先哭。行，阿言的，给我们阿言点点关注，来，谢谢，有请我们的三儿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我就你看，你俩的性格就反差特别大，他就特别的那种乖巧，你说你就是特别的，就是能言善语，一下反差就特别大啊。给我们的三妹点点关注啊，来，谢谢。来一首约你送给大家啊。我等我一下啊，切换过来。哎，我音乐小不小？不小吧？不小，可以。嗯，再也可以再大一点点。等我一会儿啊，等一下，别紧张，也直播了好几个月了。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晨不寒，愿你雨天有伞，愿你梦浓安，愿你温而善，愿你心愿你时光能缓，愿故人不散，愿你余生两人永相伴，不悲却有欢，愿你情有所依不孤单，烦恼都短暂，愿你匆忙脚步能放慢，不忘回头看，愿你此生继续无遗憾，但我听着好像是伴奏跟你那个声音好像不是在这个不是一起的，你是不是有延迟？应该是延迟了吧。嗯，应该是延迟。我觉得就我前两天直播的话就会有延迟啊。可能是谢师傅，我谢大妈
可能是我这个没有更新版本吧，没有更新版本的问题。啊，你可能更新一下，要不然它影响你直播。嗯，那是不是要重启一下？会要重启一下电脑吗？我自己在直播间的时候，他们说没有。没听出来，那可能就是连麦的事儿。就今天我直播间也会卡一点。行，好，这样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的三妹还有潘潘以及我们的阿言，关注点一点，家人们，你们直播都是几点直播？谢谢。我是中午和晚上。啊，我是上午十点，晚上五点。那三妹呢？我是上午九点，晚上十点。哦，我去，那你上午九点就，那你九点就开直播的话，你几点起啊？七八点钟啊，早起的鸟儿不是早起的虫，早起的早起的什么了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刚要说早起的虫儿有鸟吃啊，不是，好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。这样吧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等我们改天我们再玩。关注点好了，好点好关注不迷路，兄弟们，谢谢师傅，师傅破费了，谢谢师傅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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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的关注。好啦，那我们下次见了，宝贝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走了，飞姐，哎，走啦，走啦，拜拜。哎呀，师傅破费了。他的电脑应该有点延迟，不是他的水平啊。三妹的话，其实还唱歌还是很好听的。哎呀妈，再次谢谢我师傅送来的礼物，帮忙展个电梯啊，不是这，我说的什么玩意？帮忙展的点管。这话应该怎么说了？帮忙点的展管。我脑子可能有点不太舒服，现在不好意思，家人们。师傅好宠啊，必须的嘛。师傅都给送医药费去了，哎呀，赚了。其实咋说，这个他们线上的主播吧，其实我很少连他们，没事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连，但是还是可能会少一点，因为他们在这个离舞台的话，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机会上舞台点展馆。对对对对对，点展馆卡掉人了，今天的网好像都很卡，要不就是连线的时候也会卡。谢谢打字呀。可能停一下有延迟。哦，不是，帮忙点点展馆，我说成啥了？我这内存有点，我今天这脖子，我前面还好，今天我这脖子有点不太舒服，卡掉人了吗？那一会儿我就休息了，家人们，谢谢我们的浪子哥，谢谢师傅。我来个温柔的歌，给师傅来一个。妈妈呀！不连了，家人们，不连了，不连了。我都今但今天我都告诉完人家了，我都给忘了，让人家等了好久了。其实大家不知道，其实等着连麦的时候，就是点关注的时候，还是很紧张的。下课吗？不能穿大草帽。给好奇力忘了，他连过来了，说不定在调整。Hello， 晚上好。Hello， 晚上好。你干嘛来了呢？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咱俩今天还有那个连麦的。对呀。就说咱说好不，今天要唱个歌嘛。对呀，咱们一起合唱一首。我这嗓子不一定啊，但是我尽量吧，我努力。那咱们就试试嘛，咱们是怎么说这个连麦啊？我今天我当时前面我打两场了。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呗，那就没事，我还行，我还可以，但不一定，但我不一定能那个打到多少票，我尽量吧。那咱们就友谊互动一下嘛，那就好，好，行，那就直接行，闭麦，行，好，那咱们连完之后再合唱一首。好嘞 ，OK， 哎，忘了，我还寻思最后一首歌瞎了，忘了。
真忘了好多呀，今天有点。那我把这首歌唱了吧，家人们啊，送给家人们，我就唱首慢歌嘛。我们这把就随意上就好了。榜一百啊，如果一切靠缘分，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，最怕藕断丝连，难舍难分，多少黎明又黄昏，就算是不再伤心流泪，还有魂牵梦绕的深夜，那些欲走还留，一往情深都已无从悔恨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何必当初太认真，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只能远离分。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任它凄凉，谁能断了这情分。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胖，用我的腿的根号给我刷一个嘉年华，我太低了，我有点对不起你，你让我感觉给人拉低人家了啊。谢谢安静的杰哥。如果一切靠缘分，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，最怕藕断丝连，难舍难分，多少黎明又黄昏，就算是不再伤心流泪，还有魂牵梦绕的深夜，那些欲走还留，一往情深都已无从悔恨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何必当初太认真，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只能远离分。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任它红尘凄凉，谁能断了这情分？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？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何必当初太认真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只能远离分。红尘任它凄凉，谁能断了这情分？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谢谢师傅，师傅破费了，谢谢我茶余饭后，茶余饭后我无名哥，谢谢师傅送来的嘉年华，嘉年华，嘉年华，谢谢我们的小罗号，谢谢我腿哥，谢谢我无名哥，感谢师傅送来的私人飞机。兄弟们，有姓熊的众筹一波，别让我师傅一个人破费好不好？我们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家人。家人们有啥帮你一坨儿，来点啥？有飞机的来一波飞机，上飞机！哇、哦！感谢我们的熊心哥，谢谢我们的天涯哥，谢谢我们的小罗号，谢谢天涯公园哥送来的抖音一号。
我们争一波气球好不好？来一波气球，或者是来一波，那叫什么了？保时捷。谢谢我们的小罗号和付费了哥，谢谢我师傅送来的，掌声明珠。感谢我们的懒猫，谢谢我们的一帆，峰哥，谢谢我们的等等，谢谢我们三哥送来的气球。这样，我倒数五个数哈，前一百的话我们不看别的了，我们就看个前一百，我们征集征集所有的散票。谢谢我们的永夜哥送的浪漫恋人，如果说有大票的，我们就帮忙上一个就好了，家人们啊，谢谢大家。不管多少啊，不管多少，我们就是票堆起堆一堆就好了啊啊！抢加成了，家人们来倒数个数，我们来一波气球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一波气球！咱们上多少票他就能上多少票，这一点挺猛啊。兄弟们再往前走走，谢师傅送来的万象烟花，师傅又开始给我点展馆了，展馆还能点吗？谢谢我们安静的姐，谢谢我们的细风晚青山哥，还有两分钟的时间，感谢我们的山哥，谢谢我们的湖州哥送来的保时捷，感谢我锦囊鼠师傅，感谢我杰哥。奋斗好不好？谢谢师傅，师傅今天有点破费呀，师傅心疼了啊，兄弟们都心疼你们了，今天有点多呀，今天。谢谢我们的安静的杰哥，谢谢我们的重启哥送来的保时捷，谢谢我们的等等，谢谢师傅送来的真的爱你，感谢我们的四八二三哥送来的气球，感谢我们的东东送来的抖音一发，没点关注的给我当点点关注，啊，锤呢？谢谢安静的杰哥。没点关注了，给我当点点关注。谢谢我们的锄头哥，谢谢鱼头哥送来的保时捷，我们星子都崩出来了。还有四十秒钟。能守塔的兄弟们，我们可以守一波塔了。还有十秒钟，不要掉地上！直播间有没有大哥帮忙守守塔的？谢谢无名哥，感谢我们的夏之歌。OK， 拿下了呗。谢谢师傅，师傅破费了，谢谢师傅。哇，谢谢杰哥，感谢我们的坚强哥。行了兄弟们，这已经不错了，兄弟们已经可以了。刚才我们今天算这把都已经历史上以来打最多，都一天打了三遍了。谢谢我师傅，师傅破费了，谢谢我们土伟哥，感谢我们的茶余饭后哥，还有安静的杰哥，以及天涯哥。天涯哥是不是那个三妹家的那个天涯哥哥？谢谢我们的当妹，我们当妹没点关注的给我们的当妹点点关注，谢谢等等哥，还有小罗哈哥、坚强哥，以及我们的湖州哥。谢谢大家，以及没感谢到的，我还没有感谢到的家人们，谢谢大家啊！谢谢女子组第一名，恭喜我自己。Hello， 恭喜啊！恭喜男子组第一，恭喜我自己组，恭喜啊！恭喜女子组第一、啊，恭喜！啊，我刚结束的时候，兄弟们拿下了呗！拿下。
咱俩谁放歌？来一个，我还这么，我还没有这样被那个这个怎么讲，就是这么连过麦，我就看看别人了，就没有这么连。我也没有，我也是第一次，说的谁跟不是第一次似的。对，这，谁的伴奏？就是那个。咱俩谁放？我来吧。嗯。啊，就是正常的海来阿木和云朵老师那个伴奏，你可以先打开一下，然后把那个歌词。电音助手让他自己先对正一下。哎呀，你对好，对好，厉害啊，厉害啊，对好，叫啥了？叫啥了？有生之恋。有生之恋吗？对，你点的吗？那是啊。对，有生，我忘记了，我现在脑瓜有点不太好使，因为我这脖子有的时候麻。哦，我们试一试，是这个吧，朋友们？是这个版本吗？是这个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它上面不是分着那个，分着那啥吗？分着谁先唱，谁唱哪个，谁唱哪个吗？嗯，海来阿木，你看看有没有木和云和朵？有。啊，那就对了，还有河。河，没河。瞅瞅，啊，怎么没河呢？哪有河？有生之恋伴奏，然后你搜那个啊，有河，有河，有河，啊，有啊 ，OK，我有可能会掉链子啊、哦。嗯，咱试试，来吧，咱俩谁放歌，你放歌，完了我唱，我来啊，对，我得闭了你的麦，不然有延迟。好，那我不闭啊。你闭了，你听什么伴奏啊？好，来，好，朋友们，咱们这时间出发，对面啊，去对面啊，不然在我这儿你只能听见我唱，你去对面可以听到我们一起合唱。我给你闭麦了啊。好，你自己看词。我俩谁先唱啊？来，录屏组，录个屏，来开始。是这个伴奏吗？我找的。我不想失去你。失去你。我要我们在一起。离别的泪水会切断你我所有情缘，山隔着山岸啊，水呀隔着水，慢慢的你也会忘了我。我不想离开你，我要我们在一起，离别的泪水是种在你心口的记忆，你隔着风啊，你啊隔着雨，慢慢的山水或许不相逢，转身天涯路漫漫，我此后风雨或许不相逢，我和你啊人漫漫。离别的泪水是种在你心口的记忆，你隔着风啊，你啊隔着雨，慢慢的你也会忘了我。我
山水或许不相逢，转身天涯路漫漫，我此后风雨或许不相逢，我和月牙如茫茫，我此后或许不相逢，只剩天涯路漫漫，我或许不相逢，我和你啊如茫茫。我自己都觉得太好听了，但是你好像应该听不到。我听不到，我好想听啊！谢谢师傅，好不好听啊？我也是第一次。因为我没有，咱俩没有，就是私下就是可能去合这个伴奏啥，可能有一句半句，可能你唱你的，我唱我的，可能字来回的快慢不太一样。剩下其他的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再来一首啊，再来一首，唱个啥？这样再来半首，要不就完了之后呢？我所有的兄弟们，完了去我们那个奇丽直播间，下次吧，没事，下次吧。因为我看好多粉丝都进到我的直播间嘛，就好来了好多的人。等下次我这边放歌。好饭不能常吃吗？这样，那这样，那要今天不唱的话，等下次我这边放歌，完了让兄弟们去那个奇丽直播间去听，好不好？行，都行。好，哎，好，那行，咱们给飞姐点点关注，朋友们，家人们，我好想快点下播，我看看我怎么样。我这边闪下，给奇丽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好， okay， 下次我们再研究个别的歌啊。好嘞，好嘞， okay， 那我这边也就休息了啊。拜拜，我也撤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好听啊，第一次尝试啊，兄弟们，第一次尝试这么唱歌，好听啊。歌的名字叫《有生之恋》。跟云朵老师唱的不一样吗？就我的声线没有云朵老师那么高，可能就是实音啊、虚音啊啥的。我能不能请示一下家人们，我可不可以秒下？我还有这么多人呢，好不好？我也去录个屏看一看我自己。明天我们见。我今天有点脸是不是特别红？有点不太得劲了，这个脖子，拼哭了。再次感谢师傅，还有无名哥、杰哥，好。